好吧，那夏然姐姐，我先走了啊，回见，拜拜。你是梦然姐姐吗？我是啊，小朋友，你找我吗？姐姐，这是送你的礼物。礼物？这是谁送的？嗯，是个哥哥让我给你的。一个哥哥？嗯。哦。哎，梦然，希望能给我个机会对你说道歉。下午5点，奥布朗花园餐厅见。道歉？这个蒋一鸣道歉不知道自己亲自来啊？哎，你来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怎么是你啊？哎，我这不是好好跟你道个歉吗？所以，那条丝巾也是你送的喽？喜欢吗？要是喜欢的话，一句话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嘛，让我好好跟你道个歉呀。你确实应该跟我好好的道歉，因为你不会知道你上次的行为有多么恶劣。你伤害到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，而是对整个乘务人员的侮辱。哎，是，我以后啊再也不对乘务员不礼貌了。哎，给个机会一起吃个饭嘛。我、哎、大人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蒋一鸣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们认识啊？上次就是他把我喝得在家里躺了好几天，这次飞拳打乘客，我一定向你们公司举报你。上次的事儿已经了了，我现在打你是因为你骚扰他。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我们的关系还轮不到你来问，你再骚扰他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我是来道歉的，我真的是来道歉的。你最好是来道歉的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上次被你喝倒，这次被你打，领教了，以后你开的飞机老子再也不坐了。长点记性，这种人离远点。你的手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觉得自己太傻了，看见他以为他又要招惹你。谢谢你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你帮了我。你才知道啊？因为之前没有人告诉过我呀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你。一直以为英雄救美的就只能是林树，对吧？
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啊？别自作多情了。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为难我，招惹我？我那是看不惯你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又要帮我？我狮子座，我有正义感，不行吗？所以这么长时间我们关系这么拧巴，到底又是为什么呢？拧巴吗？我觉得挺正常的。那刚才小龙问你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回答他？什么？我是你什么人啊？完美。你说什么？女朋友。